这次北京馆呢是以这个开放之门为设计理念，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红色的飘带，然后链接着我们开放北京的这样一个地图。那现在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我们开放北京的这个展示的空间。此次呢，我们北京馆也带来了很多有特色的企业，在我们这种科技创新然后数字化建造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这个是